我们今天要玩的是 SD 钢弹 G 四代超越世界。今天要过的是 B 四。过关条件是是谁啊？不念啊，反正用钢弹 X 把
奥尔巴击破。OK， 啊，挑战条件是用，巨野克斯击破奥尔巴，可能是里面的一个刀士吧。看一下，是吗？不是嘞，巨野克斯是哪一只？天哪，巨野克斯，好妖，看不懂哎。巨野克斯击破，巨野克斯击破奥尔巴，难卡关，不是招式名称哎。巨野克斯是三小，会变形吗？喂，卡关了啊！GG，应该是就卡关。哦，有，靠！这谁找得到？用这个烂机体去击破奥尔巴？OK。爆啊！他是沉在水里啊，这么惨。觉得白事哦，不能飞，烂机体，靠，还是 NPC 哦，还不能操纵，哦，这么难，对啊，把他打得快死，然后让他去接力嘛。日光蝶，NPC 耶，干嘛哇？那不会死吧？不要死啊！哦，还有17000，那没那么容易死。不错，哦，还有5000。哦，你要5000。先把鲨鱼扫掉。
第一个挑战就这么难。掉自信，所以不能放。哦，这是白痴，是上一次抓的，原本那个机体实在太烂，受不了。不能空中，宇宙、地上、水中没有空中。OK， 下回了。哦，没问题。走一格。该不会是贴着这只走了吧？那一定要前进。好，可以回来。是，我加我加，哎，回不去。哎呦啊！下回合，下回合。我真的是贴着那只，傻眼。哇，会爆！砰砰砰！哦，还要再一下。好，搞定。可以，第一个挑战达成，太麻烦吧。
哦，终于可以飞了。关条件是用 Master 机击破那三个其中一个 ，OK。然后挑战条件是满血的状态击破那三个其中一个。一看就是杂鱼机。打了，打了，等下把他打爆了。小老鼠，绕跑绕跑，哎，不对啊，算了，都跑。耳机可以击破三个吗？不行，先击破一个。看能不能忍住不死。对，不，还可以支援。这个挑战超简单，对 ，OK， 哇，看来这关可能三十几分钟搞定吗？条件是五回合内用 Master 机击破谁啊？罗萨梅亚，谁啊？呀，哦，哦，这只我有，到九十九等了。我说人物啊，机体没有啊，那机体是这台。哦，已知军神，你罗萨梅亚还是啊？还是吗？罗萨梅亚，
应该是这只哈。这需要五回合，一回合就搞定了。一回合就搞定啦！哎，こんな雑魚相手に笑わせる。このギャプランは違うんだよ。敌人了，咦，一关钢弹一开始没有出来啊，嗯，这两只也是哦。问号啊，排时间。捉起来！哇，这两只不能抓。蛮烂的，这样子嘞，不行。我想想哦，嗯，对，这杂鱼不用抓。后一局吗？是弱点在这。喂，敌人不足。弹打死吧，居然一言不足。我的目から逃げられんぞ。杂鱼居然还有语音。Final。我是有我啊，不去咬了。再派一只。就决定是你，结果打不死。哈哈，真的没死。
居我是有什么哇太远了啊就是你了嗯再打不死真的很诡异剩下2000滴哇就只比他的血量多60滴啊看来还要多练几只啊用百事清场就好了还是帮这只好了赚一点经验值按错该跳过了清台时间ボコボコにしてやるぜ抓起来抓起来哇把下面打掉了这还有两只耶没死好吧让你们多活一回合这还一定抓不到哦这样这只回不来啊不管了丢在那里让你们多活一回合居然不想多活一回合到了
没有伊恩了。可以，可以。嗯，哪有？居然躲在后面，我没有看到，躲得真好。看起来很像杂鱼。这有台词，嗯，两只哦，信息就不信找不到三只的点。有哦，台词好多哦。啊，放在这里啊，等下把他的小兵放出来。刚刚有哪一只？看人家把战舰打爆就没得抓了。留最上面那只啊。我去，这没死。啊，
ハロー。居然被闪过了。机枪也打不死，这是烂机枪。我还被打到，这个翅膀也不能闪一下吗？哦，闪过了。哎，最懒的就是那招机枪。对。哦，出来了，原来是飞机。回来。被砍了。变形，可以变形。变形，对的。その傲慢な態度は良くない。超大型输送机，难得有完全看得懂的机。是汉字。走不到，太远。少两只。看来这只要活很久啊！不行。把它包起来。也不行。啊，三老兵。自有俘获。哎呦！不然等一下这次会被这两只打爆。自由捕获，变回来。OK。喂，百事改。啊，这样也打了40分钟，好吧。哦，过关。今天 B4 就结束啦。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可以到我的 YouTube 频道帮我按个赞。手台。